哎呀，他妈的，上单来了！洗妈的，妈的，练家了！虚张声势吗？对于我来说，赚了我是个一线。能点吧，上分。我可是胡闹。怎么五个人啊？不好打呀。中单还补位，中单。中单，天气者其实一级应该打很多，是不是？所以人家他丢了个 IQ 就没了。我感觉我要是我是中单的话，对面中对面这我家是中天机者的话，对面大了。我骗你们，我天机者还是很有实力。感觉到这个指标中。等一下我就好。我没发信号，这也是我的问题，没发信号。大家装什么？把月过去。你在装什么呀？为了走运吗？完成喽！这不只有我才会去越塔，这怎么的死？你在装什么呀，兄弟？打个游戏就喜欢装逼是吧？就越你的塔，这就是主播的野法，兄弟，野法屌不屌，兄弟？对面直接干碎了，这主播对面很傻，鼻线也大，瞬间六比上。那野区没了，我不亏。野区没得刷，刷我怎么？今天还是有单位。永不动摇。野区没得吃线。我这个。破烂不堪的家已经付出的太多了，吃点兵线应该没问题。我只是单下了，我们要去上了。RAP， 那么刚开始。Double。OK， 七，结束。这个烟雾弹怎么做？这派克的表也很关键。天气的开机炮，对，你们上。
你说那个骂 Miko 的人，我排不到他们，分太高。一把的，我排到过一把，好像输了。那把是输了吧呀？那把是输了，那没关系，下次给 Miko 报仇好吧？发现热度还挺高的，我看有人排到谁的谁，然后发个抖音，热度好高。什么？没地嘛的。不断。转住。后来过了。等我呀，亲！放松。觉得走运吗？我操你！都没地，你看上路亏好多。要把我减速了。啊，张四出坦克可以吗？对面这么多，对面四 AD， 你出坦克可以投到人吗？看情况。我也搞不清。那凌空漂泊，我的天哪！永不动摇。我还知道，让他死。我可没时间和他闹。盖恩，距离近。我不管你了。我不管你啊！妈的，好恐怖呀！啊，好害怕呀！好黑的，我操你了！太快完了，情况。我可没有挂。
那地图嘛，东风底下还不干净，完了，哎呀！ 啊，我的钱没了。把头卖低。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Your team, 出跳的，你出吧，你出吧，没有哪个，我不出。我就喜欢打机动的靶子。靶子没用啊，爪子难，枪很厉害。你看，有，这种时候就不要看，满血又不加。 应该看到这个，真的假的？这卡啥的？专注。这边。 哎呀，我好难受啊，有点亏啊！这蜘蛛吃了很多大人，我想弄哪的？这样，可以过来压杀吗？这是事业本人吗？ 这本东西好，这职业的第一个妈妈，怎么不是贵族啊，兄弟？假的吧？压力老妈呀压！ 来上分了，虽然压杀确实玩的还可以，但是得上分了。哎，我感觉我现在每天都感觉像在升仙一样。 下单，先买个影魔刀，队友把对面蜘蛛冲出来，先打完之后就没有优势。
卡利亚组织他老妈，我看到微信怎么跟我说话的。九点来压杀，然后过了十分钟不杀了睡觉，我说可以多休息。他然后又过了二十分钟，九点来不来？我和黄妹商量了一下，九点就杀，来个狗班呀，太早了。晚点也可以了，晚点我带我的带着我的丁真，带着我的冰块哥可以了。九点太早了呀，这东西睡觉了都看还挺好看。虽然我的警长在这个局里面就不在，但是我不能，我得上王者了。我今天上王者，没事，我上王者一下就上了，上了王者再杀一会儿，也是不错的。王者吧，王者吧，兄弟们，今天王者再玩其他角色，可以吧？这没问题吧？这就是主播的态度，可以不？目前371分，早上就把390。优冲优冲，就喜欢冲是吧？你们 ？Can't win， 不想赢。永不动摇。别走了，好走。哦，好的。准备。